我先插电，我要换胎。收到。3.7 OK， 插电。两 cell 4.2 volt， O 唔 OK？ OK， 0.6系咪？系咁即系。好 OK， 嚟好充电。欢迎收睇新一集嘅《大家的 RC》，我系比利扬。要成为一位出色嘅插电员，当然对插机同埋电池要非常熟悉噶啦。好啦，今集就同大家解开呢个插电嘅谜团啦。呢一嚿系遥控模型车最常见嘅电池，咁究竟上面写住嘅标签系代表紧乜嘢意思呢？ Neptunium 系电池嘅种类，系锂聚合物，即系锂电池啦。mAh 系容量嘅单位，容量越大，使用嘅时间就会越长久啦。C 是放电率，最大的放电电流，数值越大呢，电流就会行得越快啦，就好似一条高速公路一样，越阔的高速公路呢，车就会行得越快啦。V 是伏特，即是电压，电的动力来源，如果电压不符合你的电器使用呢，它就会烧毁你的电器，即是会烧电子变速。遥控模型当然有另一套的讲法啦，锂电池是我们一般使用的电池，容量 mAh 是说行车的时间， C 数是说加速力和爆炸力，电压一般我们会使用 7.4W 的。标签以外还要留意的是什么呢？就是电池的体积啦，当然你要放到部车上才行啦，还有要留意越大嚿的电池是越重的，你要留意个重量啦。今次我哋会用 Toolkit RC 嘅 M4Q 嚟做举例嘅。驳好嚿电，揿个掣，好似手提电话咁嚟插电咯。原来系唔得噶，所以你要输入翻一啲资料。睇清楚嚿电写住锂电池5000个 mAh、100C 同埋 7.4W 啦，照样咁输翻落部插机度。搞乜嘢啊？又唔得嘅？充电机嘅语言系 A 同埋 S。A 系代表安培同埋 A 数 ，S 咧系电池嘅单体数量。锂电池嘅语言系 mAh 同埋 V 啊。虽然沟通唔到，但系 mAh 系可以转做 A， 而 V 咧可以转做 S 嘅。大家准备好未呢？ mAh 系可以转换 A 数嘅，目的系求出咧充电时调校 A 数上下限嘅范围。充电 A 数越大咧，充电时间就会越短啦，但系 A 数过大，电流咧就会好快咁流失。充电 A 数越少咧，充电时间就会越长啦。不论 A 数大与少咧，其实都系可以充电嘅。锂电池充电嘅时间咧系唔会发热嘅。如果你发觉嚿电发热咧，就要立即停止充电啦。最少充电嘅 A 数系 mAh 除1000，最大嘅充电 A 数系 mAh 除1000×2啦。即系话5000嘅 mAh 最少嘅 A 数充电系 5A， 而上限咧。是 10A 啦。第一个兑换单位已经解决啦， 5000 个 mAh 是要用 5A 至 10A 来充电的。S 是代表锂电池的结构，那现在要拆开旧电给大家看一下啦。
一般嘅锂电池咧都会由几片薄片嘅锂电池组成嘅，咁而家就用最简单嘅方法同大家讲下啦。每片锂电池咧都系 3.7 瓦，而呢个例子咧系比较普遍嘅。以并联嘅方法咧分成上下两组，即系 1S 同 2S 啦。再以串联嘅方法咧结合成一个整体嘅电池，即系 7.4 瓦 2S 嘅电池，即系两 cell 电啦。当你有咗 1S 等于 3.7 瓦之后，你好快就会计晒 1,2,3,4S 嘅电嘅电压出嚟啦。之前已经解释过5000个 mAh 系等于用 5A 至 10A 充电嘅，而 7.4 瓦啱啱亦都讲过啦，系等于 2S。头先啱啱讲咗 1S 系等于 3.7 瓦嘅，但系其实插满电之后就会升到 4.2 瓦噶啦。好啦，插满电之后做乜嘢呢？梗系去出车啦。玩完车翻嚟，电压梗系会跌噶啦，由 4.2 瓦咧会跌到咧 1S 系 3.8 瓦 ，2S 系 3.85 瓦嘅，正负咗 0.05 瓦。我哋用翻最平常嘅正负极差电，两组电同时间充电 ，2S 充到 4.2 瓦咧，其实就已经满咗噶啦。而 1S 虽然未满啊，但系迫于无奈都要停止充电啊，咁样其实系未能完全充电嘅。现时嘅电池咧已经有平衡充电位置，可以使用平衡充电嘅。当 2S 充到去 4.2 瓦 嘅时候，虽然满咗，但系 1S 会继续充电，直到去到 4.2 瓦满咗为止嘅。咁样咧，先至系完全充电啊！最后呢嚿电池得出嘅结果系锂电池用 5A 至 10A 插 2S， 同埋我哋需要平衡插电嘅。再讲多次，今次举例用嘅系 2KitRC 嘅 M4Q， 因为步步充电机嘅性能都会唔同嘅。呢部机系可以用家用电，即系插苏啦，同埋外置火牛嘅。既然用得插苏，我哋就唔好理外置火牛住啦。好啦，家用电咧系提供100火嘅输出。可以为6种不同型号嘅电池充电。最紧要留意翻充电机一定要充到锂电池啦，因为一般遥控模型车都用锂电池嘅。有冇平衡充电功能啦？头先已经讲咗啦，平衡充电对锂电池嚟讲系非常重要嘅一环。而呢部 M4Q 嘅充电机最特殊嘅功能系可以一次过进行四项嘅工作，包括充电同埋储存。如果你使用外置火牛咧，四个充电位置咧可以同时间选择 0.1A 至 5A 充电。如果你使用家用电，即系插苏啦，四个充电位同时间咧只可以选择 0.1A 至 2.9A 充电。如果你只系用两个充电位咧，咁又可以选择翻 0.1A 至 5A 充电啦。呢部充电机，不论你用家用电或者外置火牛咧，每个充电位充电嘅上限为 5A。而家大家见到嘅咧就系充电嘅系统啦。首先咧，我哋驳咗家用电啦，经过内置火牛，而呢个火牛其实系放喺个充电机嘅里头，摆出嚟等大家易明啲嘅啫。咁啊 ，M4Q 嘅充电机啦，同埋驳住一嚿锂电池系用平衡充电嘅。将头先我哋求出嚟嘅资料写翻落呢张图度先。内置火牛系100火嘅输出 ，M4Q 咧。每个充电位只得 5A 的输出，而锂电池需要 5-10A 充电，同埋系 2S 需要平衡差嘅。又要同大家计数啦，头先讲咗 1S 嘅锂电池系 3.7 瓦 嘅，如果要充 3.7 瓦 嘅锂电池就要用更高嘅电压，一般会用到 4.2 瓦 嘅。
咁究竟100火嘅火牛可以转化成几多 A 嘅输出嚟充电呢？我哋将100火除 4.2 瓦就会等于 A 数啦。咁即係话呢，充电机充 1S 嘅时候呢，最高嘅输出係 23.8A 啊。咁对应返唔同嘅 S 啦，咁有唔同嘅 A 数输出。而留意返我哋嘅锂电池係 2S 嘅，所以充电机最高嘅输出係 11.9A。我哋求到答案啦， 2S 嘅 output 係 11.9A， 但係大家唔好唔记得 M4Q， 佢每一个充电位呢只可以最高出 5A 嘅。咁即係话呢，如果我哋四个充电位一齐用嘅时候呢，佢最高嘅输出呢只係得 2.9A。但係如果我哋只係用两个充电位呢，咁我哋就可以调校到最高嘅输出 5A 啦。再返嚟我哋嘅充电系统，今次呢我哋可以将啲资料输入呢个充电机度啦。我哋需要输入嘅就係我哋充锂电池用 5A 充 2S 同埋需要平衡充电嘅。输入完之后我哋就可以揿掣。好啦，带大家睇下真实嘅充电情况啦。首先 2KRC 呢部 M4Q 呢有两个掣嘅，上高圆形个 CH 掣係转啦，佢四个充电位唔同嘅位置，而下低个转盘呢係可以爱嚟校上下嘅，按落去呢其实係一个 Enter 嘅掣嚟嘅。第一项嘅输入设置其实係冇嘢校俾你睇返啲 data 嘅啫。第二項嘅安全設置其實要教嘅就係安全充電時間啦，原先係教到240分鐘，我覺得實在太長啦，所以我教返60分鐘就算啦。連續工作呢係可以開同關嘅，功能係你掹咗嚿電之後插第二嚿落去呢，佢會繼續你上一個工作程序呀，咁基本上係唔會開嘅。工作完成後呢是会不会用涓流啦，即是我哋讲嘅撇电啦，即是俾少少电佢顶住嚿电，等嚿电唔好放返啲电出嚟呀。电池选择系开同关，但实际其实系译错咗，应该系电池工作记录啊。背缸亮度啊由1到10啊，咁其实揀到10呢我都觉得唔系太光啊。下一个就是声音的选项，声音可以关同埋由1到7，关就即係冇声啦，1到7并唔系大细声，而系同一个声音有7个高低 key 啊。语言选择呢个做得好好啦，有好多国嘅语言啦，咁当然我会选择返繁体中文啦，唔知几时其他电器会有多国语言选择呢。主题风格其实即是背光颜色啊，有头先的正常和反白啊。恢复密认设置即是恢复原厂设定啊，同埋有 ID number 喺度啦。咁记住啦，入嚟呢个主 menu 呢必须要唔好插电按住个滑轮先至入到嚟嘅。跟住落嚟我会连接两嚿锂电池嘅。黄色呢个咧充电头咧就系 XT60 大头啦，隔篱白色嗰个咧就系平衡插电头啦，咁系有三条线嘅。而家微博电池全部 data 都系零啊！呢嚿 GLV 整出嘅锂电池系俾1:27嘅细车用嘅，咁究竟 330mAh 用几多 A 充电呢？好啦，大家快啲答我咯，冇错啦，系用 0.33A 至 0.66A 充电啊。已经驳好第一排嘅锂电池啦，等我驳埋第二排先。第二排都驳好啦，我哋可以准备充电啦。
再一次 check 下个 CH 掣系咪转到位置先，转到冇问题啦。咁我哋按一下嗰个滚轮啦。咁喺度咧，首先咧，我哋校翻上上高充电嘅类型啦。咁我哋拣翻咧系锂电池啦。咁啊，电池节数咧，咁啊拣翻 2S 啦。工作模式啦，咁有充电同埋储存嘅。咁我哋今次系充电嘅。结束电压，咁系用翻 4.2 啊。头先同大家讲过点解噶啦。好啦。咁啊，最后咧就系、是、充电嗰个 A 数啦。咁头先就讲咗 0.66 A 啦，最大，但系呢度得 0.6 嘅啫，所以我拣 0.6 啦。好啦，拣完之后咧，下低咧就有个非常方便噶啦。咁我可以咧同时间按着 CH1 同 CH2 咧去充电啦。咁即系好啦，两个一齐跳啦。咁喺度可以睇翻咧，嗱，CH1 啦，即系第一个充电位置啦，咁系 7.56W 嘅，咁后边咧就有 S1 同 S2 嘅电压啦，咁两嚿电嘅电压都比较平均嘅。睇翻 CH2 嘅时候咧，你要睇翻 7.7W 啦，但系后边 S1 同 S2 咧，其实你见到啦，系 3.832 同 3.870 嘅，咁所以呢一嚿锂电池就一定需要平衡唔差啦。充完电咧，当然系玩车啦。咁记住，玩完车之后可以用翻保存模式去保存翻你嚿电嘅。同埋你见到我系玩紧细车噶啦，我只系用 0.6A 去插电噶。呢部机四出可以出到 2.9 啊，所以系非常啱我用嚟玩呢个 GL Racing 嘅 GLR 嘅。呢部机有个缺点就系个滚轮咯，一来我觉得唔系太顺，二嚟个滚轮系滚左右，但我拣嘅 data 系上下噶，好似唔系好合逻辑。最后提翻大家订阅翻大家的 RC 嘅全线节目啊，100个台都系得我一个人做嘅啫。好啦，出年见啦，拜拜。